哎呀，我爸爸带四宝宝去玩，他不肯回家的吧？他就和大宝、二宝、三宝学，不高兴啊，就把自己关起来了。他现在就把自己关在那个书房里了。我现在去看看啊。哎，那小，啥意思啊？啊？随侬结棍，当心手手！随侬结棍，一上去就关了里向啊？啊？我就要看叫呢，好，一上去就关进去吧，可以吧？啊，可以吧？一上去就关进去，可以吧？哎呦，力道好大，哎哇！还不行，不要穿新鞋子，给他新鞋子，他不要穿，穿新鞋子。哦，现在肯穿了，现在在叫，快点说他。Is it good? Is it time? 每趟帮伊买新鞋子哦，给伊穿哦，伊才不肯穿，绑起来。哦，哇！你不要穿，新鞋呀，新鞋呀。哦，还有一点大，给他穿了。搿新鞋呀，新鞋要穿的呀，给伊新鞋的。你要穿球啊！你就要穿球啊，子。Change is not acceptable, mommy. 那狗就刚刚出去耍了，阿拉出去外头。啊！弟弟没把我脚趾塞进去，现在好像塞进去了。哦耶，姐姐塞进去了，这脚趾毛头也塞进去了，对吧？好，走了，俺去了，走了，姐姐跳舞去，阿拉送伊去，走，背挺起来，宝儿呀。拉马出击。I feel self-conscious. That car stopped for me. 你还拍？那我收留一下。四宝宝来嗨了，哎，可可啊，哎呦，我的这蚊子快，刚刚困醒，刚刚睡醒，不大开心，买了只泡芙给伊吃。上海话不要讲泡芙，讲了不好听就是泡芙，不好讲啊，晓得吗？哎呀，吃了开心死他了，对吧？好吃，我姐姐吃，我姐姐吃，对吧？侬讲啥？侬讲啥？哦，姐姐吃，伊讲姐姐吃。哎，姐姐刚刚跳完舞回来的吧？泡芙好吃吗，飞呀？嗯，侬要讲上海话讲啥？泡芙，讲呀，泡芙，哎，泡芙对吧？好，还讲嘛对吧？泡芙很好吃。嗨，这两个人大手牵小手，把我撇在后面，是要去帮大宝买一双新鞋子。大宝现在的脚比我还大，网上给他买的鞋子啊，他都穿不了，所以啊，就只能去迪卡侬帮他买一双。逛迪卡侬，还炒了妈只球，捏在手里向，开心了，对吧？无心了吧？哎，那么无心了，今天还热，对吧？我又烫烫的，走了。哎，奶爸，一个人带了三个小孩子，我们现在去逛那个麦德龙。最近呢，带孩子们去拍了明星照，所以啊，妈妈又把我以前的明星照拿出来看了。美吧？哎，大美女，大美女，看到吧？看一下，你喜欢吧？看得中吧？啊？哎呀，哪里来的小姐姐？啊，这谁呀 ？Coco， 这是谁呀？谁呀？跟妈咪，妈咪，骗人，不是妈咪。选手开始对四宝选手的吧，那四宝宝开始了的吧，哎呀，来，阿拉开始打了呀，侬看呀，又不重重我面孔了，哎，我就怀疑哦，又不重重我面孔了呀，嗯，快点打，又找到搭子不响了，哥哥的朋友，这是我的朋友。压起了，四宝宝其实心里不想了。可可啊，那个绑得不好活着人家哦。一家头坐了搿搭比，小子好吧，来把这喷水好吧。哦，搿只喷水啊，哟呀，没来，把这好久的喷水呀，喷出屁了来。咦，侬要白相啊？要白相跟。差不多。我手会举。妈，妈，
不好做啊 ，no no， 不好做。可可，爹地不能吃了呢。爹地不能吃了呢。你真的以为我这么傻吗？没了吧你要吃？哎呀，都多，哎呀，都多，可可吃呢。我只吃原汁原味。也不想也委屈，也不想也委屈。记得我带舞女。你生气了？生气了？我不知道怎么回答。你太过分了吧？太委屈了。我真的受伤了。我是幸福的混血四宝妈，谢谢大家的点赞和关注，我们下次再见。